哎呀，洗个澡真舒服。哎，你说我去马主任家啊，那马主任哎呦夸他儿子夸的，什么我儿子在部队都当到连长了，哎呦眉飞色舞的夸了一晚上，真香。 哎，豹子，你快点啊！你磨蹭什么呢？哎呀，烦不烦啊？马上！哎呀，催一催！你背个包干啥？哎，豹子，你帮我把这个假条给买了呗。啥假条啊？颈椎强直性错位。 啥毛病？就是落枕，落枕啊！你啊，来，我看看，拿来。哎，你干嘛呀？骗谁呢？这不挺自如的吗？不是，哎，你说我这个假条给马拉，他会不会觉得我这个颈椎挺严重的？就是脑子病的严重，还强直性错位？你这站着签名写的不错啊。那是，哎，对了。 你可千万千万别跟我妈说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对不对？啊，那你不上课你去哪？我去义乌。义乌？嗯。广播都听了吧？交流交流。你就没有新鲜点的话题啊？虽然都是广播，但内容是新鲜的呀。我现在是越来越听不懂那92号的来信了，完全不懂他给知心姐姐写了什么。 又是92号，哪儿新鲜呀？我有新鲜话题呀。你们几个最近没有注意到一个叫细油迷听众的信吗？这孙大圣，他为什么要穿条豹纹裙呀？为什么？猪八戒才在乎这个呢！你别扯开我们的话题。这为什么要穿条豹纹裙？我觉得也可以去问个高兴。来来来，继续我们的92号啊！来，那92号的信，凭什么期期都有啊？ 纯属耽误时间，不耽误时间啊！我就是听不懂他写的什么。我倒不是听不懂，我就觉得很无聊。不啊，不啊，我觉得挺好的呀。而且，他真的有可能是我们高台门的人。凭什么那么确定啊？感觉。喂喂，你解释一下，这两天我们一起听广播呢。 除了上次说的地理位置的相似性，还有，他说，老有一个中年男性晚上喝醉酒会去蹭电线杆儿。你说这除了咱高台门，应该不会有相似的案例吧？中年男性，谁呀？会做这种事儿？你爸呀？琳琳，你不知道啊？ 夜跑的时候，有几次就看见你爸。真的？叔叔只是喝醉的时候，偶尔。嗯，我爸喝多了确实有点奇怪。岂止是奇怪，这也太奇怪了！这，你不在想你抱怨群吗？你插什么话？ 说回来，如果是认识芦苇爸爸的人，那第92号元素是谁的范围就缩小了，是吧？是我们认识的人吧？真行，我爸都成了证据了。唉，无所谓，反正我是不再打算关注这位听众了。为什么？ 看我干嘛？
过去，转过去。什么呀？什么？报告。对。干嘛呀你？老师，我请假那事儿。啊？颈椎强制错位。嗯。什么病啊？有这么严重吗？这病说常见也常见，说不常见吧，这也不常见。嗯，主要是看运气。你转过来，我看看。你这是不是就是落枕啊？老师，这病症一样，但这严重性完全没法比。我这两天去省里学习，你是不是趁着空偷懒了啊？哎，怎么会啊？马老师，我也不是预先知道您不在，要不然我也不用。不用什么？哎，不用那么想念您的语文课。嗯，行吧，那你回去好好休息吧。啊，哎，谢谢马老师。哎，哎呦，哎呦，我这脖子。你拿那个热毛巾敷一下啊。啊，你注意点啊。啊，马老师，我走了啊。啊，小心点啊。啊，哎，我这脖子，哎呀。强制错位。哎呀。为了做生意，我这难免做做戏嘛。哎呀，刘师傅吧。哎，你咋认得到我？那电话我给你打的。嚯，你好你好。哎，你有啥子旧古董、旧家具卖哇？有啊。哦，在这儿吗？旧柜子你要吗？哎，要要要。黄花梨的。哦，那好噻。哎，在这儿嘛，带我去看一下。别急呀。我听说你最近在这高台街一带收了件八仙桌子。我每天收的东西很多，我记不到了。就是那家呀？哎，想不起来了。想了，那桌子我见过，好东西。你也是行家。好东西有的是，找个地方聊聊。哎，要对吗？啊，来，走，走，走。忙着呢。这大下午的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天热，想你呗。切，行了吧你。来，拿着。给我的，不是你定的家规吗？不管挣多少钱，都得上交。放起来吧。
家里的钱放在哪儿，我还不知道，还怕我看？我没怕你看啊。那钥匙不就在那儿放着呢吗？我不往抽屉里放，我不用拿钥匙。不放抽屉啊？嗯。不放抽屉，那钱和藏易拉罐里的钱都怎么拿出来啊？嗯。哦，背着我转移了。什么叫背着你啊？那你还背着我把咱家钱都转移你姐那儿去了呢？你防着我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刨去买缝纫机的钱，还剩多少啊？啊，你今天给我钱就想问这个是吧？行，反正这件事我早就想跟你说了。你说你这两天不是不回来，就是回来在家也不搭理我，那我就跟你说说这事儿吧。说，趁这个机会把事情一次性说清楚。那什么，那你姐把那2000块钱还回来了。还有呢？她还给我了200块钱，说是利息钱，我没要，我给退回去了。那这是咱姐，你说我能要那200块钱吗？还有呢？我跟你说啊，有些事情你最好主动跟我说清楚，别等我问你。你姐是不是跟你那告我状了？我姐什么都没说。因为你一个破2000块钱，把家里的8000桌都给卖了。什么？把8000桌给卖了？卖了。我哪知道他要卖8000桌啊？他压根儿就没跟我提呀。那不是怕咱俩吵架吗？张国良，你是不是发现钱没了，舔个脸去跟我姐要钱了？那不是那天那破缝纫机坏了吗？我想拿钱去买个新的，我一打开钱罐，一下就少了2000块钱呀！陈大明，你还好意思说呢？咱俩是两口子过日子，你拿2000块钱，你都不跟我打个招呼啊？你跟你姐过还跟我过呢？要不我把那2000块钱我给你姐送去。那桌子都卖了，你现在送钱还有什么用？要不我去单位找他，我给他赔礼道歉还不行？你站这儿，站好了！我现在跟你约好三章啊，能不能记住？能。有没有决心？有。就第一，我姐是怕咱俩闹别扭吵架，啊，所以什么事儿都没敢跟我说。那既然他们不提，那以后我们也就不要再提了，这件事儿就过去了，好不好？好。第二，8000桌子卖了，这与你与我都有责任，我会想办法处理啊。至于怎么处理，你不要管，更不要多事儿。这第三，虽然说是两个小家啊，那毕竟是我姐，这还是一个大家，有困难就要互相帮助。我姐绝不是那种欠别人钱不还的人。用不着你舔个脸上门还跟人要钱，丢不丢人？补充一点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是我补充一点，不要再生气了。不管是我的气还是我姐的气，都不要再生了。这事过去了啊。我再补充一点，家里的钱不管是放抽屉还是放柜子，你最好还是放抽屉，抽屉有锁。别跟防贼似的防着我。你别生气了，我给你沏点茶去。嗯。姐。哎，大明啊！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等你呢。什么事儿？啊，路上说。姐，我替我媳妇儿桂兰，跟你，跟我姐夫道个歉。哎呀，不用。那2000块钱的事儿，豹子妈跟我说了。你们是不是？哎，没有啊，没打没闹啊，和平解决啊。哎，我就怕你们俩为了我们家的事儿闹别扭。嗨，闹什么别扭？他凭什么跟我闹别扭？我训了他一顿。现在都听我的，老实。那行，哎，这事儿我也想得不够周全。姐，
不是我呢，说你啊，你往后有什么事儿啊，你就跟我说就得了，是吧？你这样容易造成误会。姐啊，就是多虑的是个毛病。行，这事儿也不怪你，是吧？说摆在桌面上说，八仙桌子呢？盘桌子不在屋，八仙桌子要在屋，不就把话搁在桌面上说了吗？行了啊，没事了啊，过去了啊。海浪仙人掌，还有一位老站长。你这两天心情不错呀。不是有你在我身边吗？你说我们现在会不会遇到那个九十二候元素？他可是我们高台这条街的人，我可不想遇见他。为啥？那种情书啊，都是分析来分析去，最显摆数理知识的，一定是个很奇怪的人。我想啊，他的眼镜得跟个瓶子一样，指甲缝里都是泥，说不定嘴边还留着哈喇子的人呢。你好恶心！你这，快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！走了。哎，热死了。哎，哥！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送微微回家呀，你这干嘛去？我爸脖子不舒服，我就给他买膏药去。又不舒服啊？嗯。你让支书伯伯多注意点啊。行，我会把你的关心啊转达给你支书伯伯的。嗯。哎，对了，那天那罐海米，你谢过叔叔吗？谢过了，海米是我爸让我专门拿给支书伯伯，谢谢他。帮我把作文推荐给居委会广播的。哎，航生哥回来了吗？没呢，晚自习呢。还在上晚自习啊？都这么晚了，他不累吗？你不是已经悟到了吗？悟到啥？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。我爸在教我钓鱼的时候，我领悟到的，学习的重点是方法。有方法就没那么累了。那是我的授人以鱼。哎，我给我爸看完，我爸还说你写的特别有心得。是你给支书伯伯看的？你快回去吧，我还要给我爸买膏药呢啊。月亮是不发光的，它反射。爸，你看，这是小敏丫头写的作文，都已经入了这个中学生作文选了。好，授人以鱼，春色正好，一次没有预约的踏青，小桶。爸，居委会马主任好像经常让您给他们出广播稿，是吧？是啊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要不您推荐推荐，也好展现一下我们高台门年轻一代人的风采。
好，有点意思，是个好主意。人活在世上，总有自己的追求。不懈地摸爬滚打，努力地接近人生的巅峰。写得好啊，不错啊，小敏啊。不是航生哥推荐的，是航海哥。卢叔。我说，哎，我送您回家啊，哦，慢点啊，航生啊，我是航海，哦，航海，啊，好，好，好，不用送了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，你能行？我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好好，好，行，那慢点啊，叔，好好好。高兴，你已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你连这种营销手段都想得出来，你真是太聪明了，我都有点嫉妒你了。高兴，淡定，不打！哎，你看这都什么饭菜啊？等一会儿挣钱了，哥请你吃大餐。行行，我信了你，我信了你，你赶紧开始吧，好吧，我还饿着呢。等一下，我先想想。你这都墨迹什么？快去！我等一等会儿，我观察观察，等会儿。各位师姐、班长，中午好啊！怎么啦，高兴？啊啊啊！高兴，高兴，你干嘛？不好意思，惊吓到各位了。你们有没有想买小发卡什么的？那边怎么了？高兴。是不是很可爱呀？我看一下，好像很可爱。给我看，给你看。哎，给我看一下。哎，真的。哎，这多少钱啊？哎，这好便宜啊！这当然便宜，比小卖铺便宜多了。而且我这质量绝对没问题，都是从义乌带来的。义乌可好了，是吧？什么时候弄的这些玩意儿啊？怪不得拿我发卡。给我看，这个配色怎么样？这个还蛮好看。班长，你可真有眼光。这块啊，可是现在小商品市场里最热的。你看，创新的布艺元素，再加上田园风，还有点这个书卷的气质，是吧？可是，哎，这个我要了。哎，行行行行，班长，我也要。别急别急啊，我这多的是，你们多买，我便宜卖你们。我要
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你弟这脑袋，是吧？找字儿问题吧。这脸皮比城墙还厚，当那么多人。嗯嗯，人脑子没毛病，真的。不过，脸确实有点厚。那您再给我拿一个，再给我拿一个。这个我要。哦，好。哎，给我看一下，带你看一下。还挺漂亮的，十块钱真的呀！哎，我也这样。不是，还有很多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这还有。我要去告老师。哎，别，高兴这双确实不太规矩，但是你去告老师，他不就惨了吗？不是合不合规矩，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买了这么多好东西，不先跟我们分享，擅自让别的女孩先漂亮起来。高兴，我不高兴了。殿下，这是重点吗？我要去。哎，你过去。倒要看看那头猪能嘚瑟成啥样。哎，还有其他的吗？有，你们看。哎，还有，找我钱。啊，好，两毛对吧？这个，真好。包子，收钱。还有的是。哎，我可说清楚啊，我可不说啊。啊，没事，我都记着呢，没事。哎，我给你，你们多买了，我给你们便宜。哎，给我，哎，这玩意儿倒挺新鲜的。披罗衣之璀璨兮，耳摇臂之华居。俗你。我也想要。确实，真的会告老猪王了。这下他可赚了翻了。女侠，你就让我去看看呗，别一会儿卖没了。顾女士，有点志气。这压抑不住的正义感。哎，让我看不惯了，咱们去干涉一下。不急，他不挣不少钱吗？有招收拾他。走吧，高兴。啊，班长再见啊！待会儿会帮你带。啊，好的。哎，师姐再见啊！师姐再见啊！欢迎下次光临。哎，怎么样，包子？出征告捷。告捷，告捷。往这排着。高兴又想干嘛呀？各位师哥，打扰一下，哎，有什么需要的吗？行了，师弟，你这些东西不感兴趣。况且我们也不吃你这一套啊！走开，别打扰我们吃饭。你必要惹麻烦我？哎，行，没事啊。那等等，看看情况吧，林姐。
不见你，天看不见路，我的胸部也被你抓住，你问我还在想什么，我说要让你抓住，而我感觉不值得，只想体验一个人的我感觉。给高兴，马老师早啊！打篮球呢？啊，颈椎错位不强制了。马老师，你这么一说，我感觉我这个颈椎好多了。好多了啊？啊？马老师，你这么一说吧，我这个全身的筋骨都感觉顺畅了。高兴，诚实守信。思想品德你都白学了，嗯？老师，我知道错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个错误很严重，回去罚抄《赤壁赋》啊。哦，50遍。啊？赤壁赋，什么人学过呀？哎呀，这韭菜味儿真窜，闻出来了，这鼻子挺好使啊你。我不想素的肉的呀，韭菜鸡蛋。哦，点。哎呦，我现在很东北饺子大。这哪是饺子，烙的韭菜盒子。啊，韭菜盒子呀。啊，吃过。那不跟饺子一个味儿吗？这哪一个味儿啊？等一会儿烙好了，给你带回去几个尝尝啊。行。次次也没有空手回去过呀，你不也没少约我们带好东西吗？你这倒省事儿啊，五个饺子合一块就是一盒子，没有你说的了，我还能偷那懒儿呢。哎，咋样？啊？哎，看你，我第一天见国家元首，你快上镜子那儿去看看吧，你。哎，挺好啊！哎，现在这个大城市里年轻人是不是都穿这样衣服？现在这是最流行的，全世界都在刮这个摇滚风。啥？这风还能滚呢？摇什么风？啊，是不是电视里前天说那个广东那个台风？台风？啥呀？那叫龙卷风，不是天气预报啊，是一种时装潮流，从国外刮进来的。这生活水平提高了，穿着打扮得跟国际接轨，知道不？接轨呢？我这咋看咋像我那条健美裤呢？怎么？去去去去，懂不懂？懂不懂？那健美裤是女人穿的，那跟我能一样？这有啥不一样的？都看着锃亮的。不是你这个，这时装啊，你得讲究搭配啊。你这上面不能穿工作服，你得穿我给你买那个 T 恤，黑色的那件，穿一身，我保证你能找到那个小伙子的感觉啊，你才能有那个范儿，知道范儿不？不知道，就是年轻人身上的那种朝气、活力。你就说年轻，我就知道了。对，我喜欢年轻的感觉。你别说，这衣服啊，也就你穿，别人我都不敢给买，除了你，别人穿不出这效果，只有你才能行。懂我，还是你懂我。回头我就把这一身全套让你看看。啊，他妈！你就嘚瑟吧，你爱咋咋地。我讲，你回头你按我说的穿啊，把那黑色 T 恤穿上，再配双皮鞋，我保证我姐啊能找到当时跟你搞对象时候的感觉。拉倒吧，都半截子入土了，还搞啥对象啊？你这我就喜欢年轻的感觉。哎，大明，那前两天说那个事儿，我跟你嫂子可商量了啊。入股的事儿啊？啊。你看你下海经商，我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你，对不对？你出去时间不长，钱可没少赚。这除了你聪明能干，主要是现在的市场好。所以啊，你嫂让我紧跟你的脚步，追追那个叫风气，风气。不是叫潮流。追随时代的潮流。
都一样，都一样。你要想挣钱啊，你就得把握这个赚钱的时机。当然，你跟我嫂子这样敞亮的人，我说话就不藏着掖着了。现在做生意确实啊，确实需要大家的帮助跟支持。众人拾柴火焰高，对吧？我才能把生意这盘子做大。我把这盘子做大了呢，钱就挣得多了。钱挣多了，大家就分的就多，对吧？水涨船高，互惠互利嘛。对对，这个具体啊，你说多少钱啊？什么这完了呢？哎呦我天，你这吭哧瘪肚，磨磨唧唧，说点事儿说不明白。那啥，大明，我跟你哥意思啊，就是入股，你就说要入多少钱嘛，我们就听你的。我就喜欢我姐这性格，真的是吧？做事情敞亮，大气，你知道吗？必须的嘛，格局又大，做事情又大，包着饺子大。哎，老高啊，嗯，小米跟高兴还没回来啊？啊，没回来呢。哎呀，这俩家伙也不知道跑哪儿疯去了。这饭菜都做好了，就等着他们呢。这孩子去哪儿了？来。哎呦，怎么这么重啊？能不重吗？快到暑假了，教学成果综合评比，我这个年级主任总得总结吧。还有每个学生的评语，我也得写吧。啊，真是累死了。饿了吧？要不我先给你弄吃的，等孩子们回来，我再给他们热。不用了，等孩子回来。一起弄吧啊！哎，那这样，我呢先给你弄点点心垫吧垫吧。我说慧英啊，你不能太要强了，你不能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呀，身体是最重要的，知道吧？嗯。来，抓紧总结，晚上可以不那么晚了啊！伯父，哎，小金子来了。哎，哎呀，小金子啊！哇，你这个健美裤真是太漂亮，是 smart 的吗？啊，是的，我觉得这身特别，我爸给我买。啊，好好好，哎，就是那个啊，电视老说的 smart smart， 啊，太好了，就是那个。哎，那个，你爸妈妈在干嘛呢？哦，我爸今天带我妈去了百货商店，给我妈买衣服去了。哦，好好。哎，小金子，还没吃饭吧？等会儿留下来吃饭啊。我吃了吃了，不用了不用了，我走了。哦，对了对了对了，我哥说他跟高兴哥还有小米姐他们不回家吃饭了，刚打电话了，我妈让我哥家通知一下。你等一下啊，我去给你拿两个团子给你爸拿。哎，好的。糖拌西红柿、酱牛肉、拍黄瓜、嗯、咸豆腐、咸鸭蛋、鸡全了，先吃吧啊，待会儿点。哎，林姐，这已经够了吧？你也不怕撑呀？我已经有所保留了。我天。小今天的生意白做了，你就当时给你庆祝了嘛！哎呀，哎呀，我那不是，那就是没有不是。我跟你说，庆祝这个词儿特别好，真的。来，咱们走一个，走一个，走一个，庆祝一下啊！随便喝，今天都别控制。哎，老公，哎，吃。大大啊，你今儿唱那个啥歌挺好的呀，看不出来呀？哎，啥？布啊，一块红布啊，还可以啊，啊，就是瞎玩嘛，都就一般般喽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像多才多艺这种事儿，真不用跟某些人一样，非得摆到桌面上，什么事儿？哎，高兴，嗯，咱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姐对你不错吧？不错。你那些个小发夹、小耳钉都还有剩的吧？都给姐留着啊，知道吗？啊，还有啊。你下次再去义乌进货的时候，那些新鲜玩意儿都给姐姐们带啊。嗯，我们给你打广告，不收费的。记着，我们四个人人手一份。那个芦苇姐啊，我那都是有成本的。小玩意儿啊，不用人手一份，我没啥兴趣。你要不要考虑卖一些二手书什么的？我倒可以给你免费的列一些畅销的书单。